哇，阮公司即马对这款的产品啊，我那特别有兴趣，实在是真拄好诶，哈。歹势，因为我无方便互阮董事长知影，迄天我甲应凯有陪你做伙啉酒的代志，所以敢会当麻烦你。我了解。张经理，你不用啊。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即马应该爱尊称你赵才对。哎，讲起来是阮的公司啊，想过细间啊。好啦，人伫咧讲，迄世间庙啊，无法度服侍大菩萨嘛。啊，不过唔管啦，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宏图大展，好、哦。啊，是讲哦，既然大家对纪念贴片拢有兴趣啊，咱应该好好交流讨论一下。啊，对，啊，你敢有名片？我敢会用个甲你讨一张。刚刚说对，这是外宾品，请多多指教。啊，多谢。凯心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。哦，你是总经理，那呢？当首长应该是我的查某孙啊，杨子欣对。哎，所以我才讲哦，你这个少年家啊，真正年轻有为，你还阁知影食果子都要拜树。因为你现在开这间公司啊，所有的钱都是子欣啊拿出来的，所以安排一个董事长给他做，这也是应该的啦。啊，不过我是说哦，要给你苛刻一下，既然子欣对你这么有心嘛，你也应该要替他较省一丝啦。那公司刚开呢吼，别请太多员工啦。啊，你现在是总经理嘛，啊，你可能就较辛苦，你兼任一下业务经理啊，仓储管理啊，还是会计啊，还是总机小姐摒扫啊，或者什么尽量啊，哦，替子欣啊较省者。啊，若无还袂赚到钱啊，得发薪水，安尼子欣就算讲伊落地啊，真真济真深嘛，无在条，互你安尼好啊，对无？刚当做对，袂啦，阮公司是较细间啦，也毋过阮专心做一项，先做好再阁讲。啊，虽然阮公司的人较少，也毋过机动性高，客户有啥物要求，阮会当直接反映。无参照大公司，一个合约念要卖，念要卖，翻来翻去，到最后嘛是客户受到损失。啊，阁有啦，万一若是出问题哦，就叫员工去担责任，叫员工扮作柯南四界搜证找资料。而且自董事长到扫涂骹阿婶，拢有可能创空呢。老弟，这种公司哦，逐工咧搭来搭去，浪费性命，较也莫做。应凯若是会当专心专意为客户服务，一定真有前途。搁一段意思，应凯过去咧阮公司哦，是我的得力助手，即马家己出来创业，少年人有企图心，我个人嘛真鼓励，大家嘛要多多甲牵线咧。对啦，郭医师，你要甲应凯签这张贴片的合约信，多谢你哦，这么支持我嫁出来少年人。郭医师，合约看来安怎？还是无问题，带咱签约啊。小戴，啊，阿潘姐，哎，合约敢要我参考看嘛？大同，你那就是嘛？看这个应该是没什么要紧啊。无啦，刚当的卖讲算笑啦，合约书哪会叫人参考的？不方便啦。安尼哦，哎呀，唔对啦，歹势歹势。啊，不过啊，阮公司啊，今年已经确定要研发烟禁，戒烟取决定啊。而且伫咧一年以来啊，阮特别量产上市啊。阮阁用上水上好的价钱来拍这个市场。先抢这市占率，到时啊，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帮忙，到三工咧。啊，不过我想哦，大家是好朋友，所以
我不爱贪你的钱，我直接给你成本价，而且我保证免费无限使用半年。哦，那要好康啦，有半年免钱哦。我免费试用半年，先做一个实验呢。这大药厂哦，产品哦，都有保障啦。对啊，对啊。什么？当署长讲要给伊免费试用半年，那恁郭医师因要哪有可能去开钱买英凯戒烟贴片？这合约一直签不成啊。郭医师，我跟阮太太搁要来应酬，我就不叫差人了。不会留在这一家。好，我出去啊。郭医生，来来来，咱是免当签名啊。啊，应该，歹势啦。这代志，我可能该考虑下。啊，跟我老公，我唔想同我小朋友啊。那是会当配合江董的戒烟咀嚼定，啊，甲戒烟市场做较大，大家唔只有你，我听着到时你的戒烟贴片买当挂咧卖啊，迄阵市场搁较大，吼，我都要啦。哎，陈医师，食物件咧，蛋糕真好食。动物园的熊，安尼行来行去，你是咧着急啥啊？英凯啊，暗时甲迄个郭医师签约，嘛唔知签了安怎，这是英凯头一笔生意呢。哦，我得再约好结果，然后好好庆祝一下。哦，你规天哦，干那想你又要点啊庆祝，啊那讲成一条生意，就庆祝一届，恁赚的钱哦，拢无够通好庆祝。来。饮一杯牛奶，安心一下，等下较好睏。哦，多谢你。嗯，好，我等一下您，我先去洗手间。哦，查某囡仔吼，饲大汉啊，已经无路用啦，迄规个心哦，拢挖对查甫朋友遐去。子欣，电话呢？这哦，一定是赵英凯要报好消息，我来甲接。喂，律师事务所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质押股份，你是不是混唔掉去啊？啊，等我，等我，哎，我来讲，我来讲。喂，杨子欣，哦，我知影，你处理就好。子欣，啊，什么质押股份？谁啊？律师事务所卡来讲，质押股份办好啊？你到底要倒一出来啊？啊啊！你这来讲啥？啊，我先做听无？啊，无啦，你听唔到，听唔到？迄电话明明找杨子欣，啊，你搁讲你知影？你是不是去拄到诈骗集团啊？啊，无那样用质押股份？啊，是嘞。股份质押一堆，哎，做什么用途啊？哈，你讲啊，哎，杨子欣，你将我给你的巨阳生技的股份提去质押，提去借钱。哥，有代志，好好问，你卖面相这歹看，和子欣豆豆讲，吼。什么叫做豆豆啊？讲，你听到？你是听到？讲有没声？我去找小姑妈调钱，所以股份即马暂时伫伊遐。啥？你甲股份不是质押给银行，质押给秀英哦？去了了，你有影是上把起火，有气无回啊！一电力煞叫煲落去啊！你无理无由，答应这么多钱，去甲秀英借钱，就是要帮助赵英凯的无？
好好讲啦，好好讲。你哪安尼憨甲袂白净？爸爸伫公司迄块股份吼，一向拢正细腻，甲顾条的，迄就是因为惊讲捡别人垃圾，迄个所有做官产的，你甲袂有收用？你安尼毋是干呐甲股份卖出去尔？你含我煞卖出去，你为着一个查甫朋友，油价拢做互你卖去？我无啊，应该收租金嘛，伊搭人毛倒煞共做啊。是迄个药厂哦，坚持讲一定要马上摕到钱，我才暂时想讲要摕就算一个嘛。伊实在有够戆的呢，因家的人替伊装钱，迄是应该。就算讲你要先给伊周转，啊，已经几工啊，钱嘛应该爱还你啊。因就是算准准，这条钱你会出，因就省起来。这个口啊，实在有够超过。家己的囝要创业，叫别人的查某囝出钱，迄食肉吼，连骨煞吞落去。大姑妈，就算我一条我出嘛不要紧啊，我是公司的大股东呢。应该哦，伊若是甲头路讲好，这绝对会赚钱嘛，赚的钱拢是伫我遮啊。你是还管你戆啥货啦？哎呦啊！你将我卖予江大通因某，为着要帮助你的查甫朋友。我一时你这查某囝要创啥的哇！我无出卖你，我只是信任英凯，我绝对无可以冒这个险，看到你失去创业的机会。靠查某人创业的查某人，迄无路用啦！啊，尊重讲，伊咧创业的过程搬几多啊，敢会死？啊，伊若搬几多，就爬袂起，伊根本就无才调嘛。很应该啦，死我啦！你都是要看伊失败，这么轻易还当啥个？你只要这做衰呢？这是。
来来来，坐坐，坐好，加油，棒啊！哎，跳过音啊！你拄则在创啥？为什看到鬼同款呢？哈，总算是你做唔着代志啊！吼，我就跟你讲过啊，歹路唔通行。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哦。啊，你咧讲迄个飞龙山吼，较早捌甲咱听到哩。你有迄个计划名单，你去变看吗？啊，无得啊，还有法度找到人。找到飞龙山的地址啊！你哪会这么好地方？这所机会好得了。你嘛唔免好心大去找宜萱，互因两个人单独用。飞龙山的地址是心大找的。你敢知影为什么我决定要甲你讲出真相？因为我真介意你。杜伟伟，你今天不了，你今天开开，囡仔耍到乱，你到底？你即马就对我来，把囡仔扔掉。我不，你放手，下去。妈，我是来找飞龙山的，我想要拜托你教我做好吃的物件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杨爸，所以你是小三就对啊啦，臭鸡面啊，算不得办的，臭鸡面的，不要按，等一下我也是老天哦，我去找你哦。这飞龙山哦，真正的，这种白无赖，只有通过伊的考验，伊才会愿意跟咱斗相共。这个囡仔，不管安怎，一定要跟我留落来。是男人的悲哀，男人的汗水是女人的将来。若是无缘，是袂当来熟悉。若是无爱情，袂深入海。女人的目屎是男人的悲哀，男人的汗水是女人的将来。若是无缘，是袂当来熟悉。若是无爱情，袂深入海。女人心内苦涩。拢是为着爱，男人一生来打拼，为着好将来。